者陈冠被彰化报道，第十四届亚太盆栽与赏石联展即日起在彰化县永靖乡城美文化园盛大登场，现场展出85组顶级盆栽雅石，为一睹风采。台中展艺室仗天使协力车队40视障朋友也到场参观，为此园区还特别规划一套结合听觉、嗅觉、触觉的导览方式，让视障朋友充分也能感受到盆栽奇石之美。亚太盆栽展每两年展出一次，迄今已26年，是国际盆栽重要展览之一。来自台中的展艺是仗天使协力车队在导览员安排下，首次用手触摸百年真柏，感受树木沧桑，也有人好奇不断以鼻嗅出叶香，相当开心。园区最后还开放草皮，让视障朋友们赤脚感受绿地，还一起牵手围住500年的紫檀，感受老树雄壮。展艺室仗天使协力车队团长钟婉珍表示，虽然他们失去视觉，但有比平常人更敏锐的听觉与嗅觉，一样有感受世界美景的权利。车队每月都会策划一次轻旅行，感受山林的虫鸣鸟叫与大地呼唤。这次是首次参观盆栽展，充分体会雅人雕琢的用心，是一次难得的体验。城美文化园是这是国际盆栽大会暨亚太盆栽赏石大会四大展区之一，展区有33组雅石、50组精致盆栽，其中苗栗县树石艺术协会理事长陈敏达会邀展出火焰山赤松、雪霸国家公园五叶松与古关五叶松，盆数最多，亦受瞩目。陈敏达表示，为让树活起来，所以从不把它们种在盆子里，而是依树形塑造水泥盆置放，达到视觉美学最佳比例，才能成为最佳的迎宾树。陈敏达说，接触盆栽园艺绝对有益身心，因为眼动脑动能有效防止身体老化，心情上也能陶冶性情。虽然这世界上有些人看不到，不过只要用其他感官接触，也能体会艺术之美。